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大海号。那个，我现在在一个房洞里啊，看见我们那边的房洞了吗？有很多人都说呀，说那个东北那个房子，看前面那个房子了吧？他说是一个铁皮盖。那铁皮盖这个房洞里面是啥样的呢？我让大家看看，这就是这个房洞里，这个房子是一个老房子，它已经都快倒了。这个房洞里有什么呀？这底下铺的是黄土，还有一层木屑，木屑就是锯木头那个渣子，为了保暖。完了，这个里面啊，又钉了一层板的上面啊，它才是那个铁皮。所以说，它这个不是铁皮直接到屋里，这面还有一个空间，底下才是屋里。我今天到这个房里来干什么呢？来扒几块木料，因为我那个花3000块钱买那个房子。马上要铺水泥地了，铺水泥地吧，必须我得打出一个模板出来。我先扒料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前面这个铁皮盖，你看看，它这个底下有个空间，它不是说把这个铁皮盖啊就放在这个屋里面的房顶上，它底下又垫了一层木板，这个木板呢已经都糟了，我刚才猜的就是这个房子，这个是烟囱，这个木料啊已经都拆完了，我现在给它拉过去。把这木料已经抬出来了，现在装在车上。这个这么长能放进吗？这井管子？可以是吧？放吧。外面还在下雨。看这河，这是我们当地最大的一个河，这里面能钓鱼。我到地方了，把这些木板现在卸下来，到这个房子了。
这一大缸水啊，我已经倒完了。我为啥要把这水倒了呢？把这水倒了以后吧，我明天早上起来把这个缸呢，就是抬到这个门口，抬到那个门口吧，准备铺水泥地用，因为水泥地打水泥它不需要水嘛。完了，我让大家看看我这个水泵在什么地方，就泵水的井啊。这个就是，我已经把这个井已经安上了。完了，一会儿啊，我再去找一根井管，就是找个20厘米长的一个水管，从这给它接上，然后呢，给它放到大门外面，再把水缸明天早上起来抬出去就可以了。我这个水泥啊，之前是买了17袋，买了17袋水泥，刚才我做一下预算不能够，还得需要。12袋吧，就30袋水泥。我一会儿再去买水泥，让他明天早上起来拉来。我把这个模板呢已经打完了，到时候这个水泥呢就往这里铺就行。打了2个小时，全部给超平了。大家看见这一堆石头了吧？我刚才看了一下子，这块啊。还有点空隙，你看看，这个抄完平以后吧，它地下离了得有20厘米的空隙，完了这面是一个坑，我还得垫垫。我现在把这一车沙子、一车石头啊，全部给它垫好了。已经全部完事了，这一大车沙子，这一大车石头啊，平了1个多小时，这把可结实了。大家再看看这个石头哈，这是明天用它跟水泥和在一起，然后开始铺水泥路。我现在打个电话哈，给那个。明天不知道晴不晴天，哎，我看天预告明天是晴天，打个电话以后让那个明天那个让那个师傅过来看看，明天开始打水泥地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嗨，哥们。哎，星哥。哎，我那个都已经都准备完了，你让他明天过来吧，那会儿。啊，都完事了啊！对，全完事了。完了，我看那个天预告，明天是晴天。明天晴天呢？对，全部都准备完了。行。完了，那个你那个师傅姓刘，那个他知道我家在哪儿，你跟他说一声，他就过来了，知道了。我知道，他现在他给他一个朋友家啊，就是那个他家跟前一个朋友，他姑爷那个朋友家打那个水泥地呢。那他好像昨天这不下雨吗？打了半天就下雨，哗哗哗没整完。我问他整没整完，整完了以后我就去。行，到时候你告我一声啊。他就半天活。行，你告诉我啊。嗯，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好了。哎，完事儿。